我们开始，我们再来拍一下，首先过一遍，不放金属。 然后我们再随便挑一个金属，就是那天你们寄过来的金属，就随便挑一个好了，这个也可以，把它完全塞到里面去，好，报警。 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。 七次啊，把它金属拿出来，撒得太里面去找不到吧？可能不好找，撒得太深了，完全撒在里面去了，就放在这上面。 OK， 不报警。OK， 好了。